参加这活动才会好好走一遍。专门是来就赏一下就走。路过，哎，到此一游，连摸都没摸过。江夏哦，这不姓黄哦。没有啊，江夏本来就是姓黄的。对，姓黄。最早的我们姓黄的，都是江夏。江夏跟子，这个是我们的。弟弟转转。唐号或者叫郡号，郡就是郡郡县，郡县的郡。君在一个耳朵里的郡，郡望。那一般呢，中国人，我们在秦汉时期实施的郡汉跟郡县制度嘛，那很多姓氏就用他的郡望来显示他这个他的脉络。或者说他祖先在上面的那个叫做像黄金门啊，哇，修，哇，那我们呢，一般重金属，我们都是赏眼看，其实那眼看跟那个唐号是一样，但是唐号。我们的那个两派是比如说是紫云两派或者江夏两派，当然没有先江夏两派，它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它是从哪一个唐演分演出来的一个派别，所以我们叫两派。那么像太王中人，比如说从房子上面。真的，找不到人啦，先从你。哎，这里来看不？会会吧。会晒不？会晒看啦。能哪里叫水耶？叫水，里面后面。车模堆住啦。车模下面陪住。有很多人吗？哦，车模堆住哦。很多人吗？过来房，有几个人？家族也收济啦。那就很难。很难处理啊。这个还蛮大的。啊，这把骨头咯。